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希望大家出来投票。是，我刚刚已经讲了哈，就是说今天风和日丽，是投票的好天气了。敬请国人都能够踊跃投票，展现台湾民主的活力。啊，对，让台湾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次投票跟之前投票的心情有没有不一样？每一次的投票都很珍惜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，啊，我们都应该要珍惜民主，踊跃投票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麻烦我们媒体朋友可以先我们的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